欢迎大家来到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的公益放映专场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让视障朋友们能够走进电影院欣赏电影。这些老俩手上有个走船的井盖子呢。第一次看这种类似电影，感受的挺好，因为它这个电影主要是有讲解。我们经常参与不与社会脱钩嘛。你如果是说不参与把自己关起来，你根本外界发生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啊。眼睛好，但是我也看过电影，但是这是眼睛失明后14年的，今天是第一次，非常好。因为就是我们这个盲人圈子是比较小的，但是通过这个他们这个三亚政府，然后和那个残联，通过这种组织来让我们体验到生活的一种乐趣，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活动氛围。